刚张小姐又打电话来了，你回个电话给人家嘛。我知道了。你们不是好好的吗？干嘛不理人家呢？反正再过两个礼拜，他就要出国念书了，少年之内我也不可能会出去，何必耽误人家呢？哎，说不定人家愿意等你啊。哎呀，长痛不如短痛了。要是他打来的，就说我还没回来。我被记忆推着走，只能旁观不能插手，无奈的看你泪水蜿蜒的流。我一定伤你很深，才会让你哭也无声。那时候你我如此无邪单纯，爱与憎，还有年少的执着，我们竟然深深相信这是全部生命，于是用力燃烧感情。可是爱与憎，谁能靠它活多久？终于可以确定彼此无法适应，才在倾盆大雨的夜决定分手。是用力燃烧感情，可是爱。